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桌椅的这个区域属于我们高频接触的，还有像我们的垃圾桶也属于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污染的一个风险的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一些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我们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消毒。器材的选用还有药剂的配比上，我们严格进行科学和精准的消毒。